你走进自己的工厂，发现，哎，工厂陈旧，安全隐患重重。再看一下，空间也显得好像有点拥挤了。那么，让我来带你看看这个新的双层楼半独立式工厂。这个外观时尚的工厂坐落在这个占地40公顷的工业园区内，而这个宏大的园区位于在森美兰州的沈拿旺。沈拿旺，一个以其繁荣的工业而闻名的城市。看看这里蓬勃的工业发展，仅仅国外大型企业就有超过20间，这里也聚集了众多大小不一的本地企业。就在2022年，森美兰的投资额创下了历史新高，达到了89亿令吉，而截至今年11月，更有望达到70亿令吉。而且大马鸿运股2.0计划也将沈拿旺列入其中，积极发展这一地区。你嗅到机会了吗？这里已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，在这个良好的生态系统里，汇聚着大量的工业人才、客户和投资者。这里不仅能够共享技术、知识、设施和服务，更可以充分享受供应链的优势。更何况还有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激励。hampir satu billion ringgit itu tambahan untuk。那么你已经准备好在这里设立工厂了吗？这里的工厂空间从3360方尺到18837方尺都有，高度可达到38英尺。此外，这个工厂的性价比非常高，一间 individual dated 的半独立式工厂只需不到830千。很多厂主都选择购买两间，这样在两个工厂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宽敞的梯形区域，更加灵活地运用土地面积。每间工厂都有2层，楼上还可以设置办公室，而楼下可以存放重型物件、重型机器的仓库，因为楼下铺设了耐重荷载的地板。另外，每间工厂都配备了自己的专用停车场，可以给摩托车、汽车、罗里，甚至有足够的空间给大型拖格罗里使用。为了方便大型运输工具的进出和倒车等这样的操作，这个工业园区还建设了66尺宽的马路，而且也在园区入口设置了交通圈，降低撞车风险。发展商也额外投入了800万来改善园区外部的道路，从双车道扩展成4车道。哎，停电了。别担心，这里是有多个变电站和电力开关设备作为备用电源。断水也别担心，这里有个容量为171000加仑的水箱，为你的工厂提供备用水源，让你的生意做得安心。至于安全问题，园区周围都是有安全围栏的，自己的工厂也有围栏，双层保障。在这个良好的工业环境里，这里有很多大型的企业，如果你是厂主，你的生意在这里会引来怎样的发展呢？马上点击以下链接了解更多吧。